新鲜事简单报，影像新势力带你看每周新鲜器材资讯。大家好，我是 Pure by Box。 宾得在本周27日迎来其前身旭光学工业合资会社创立100周年纪念，也是继莱卡、蔡司、尼康2084之后又一个百年影像品牌。本周六宾得将在上海举办 Pentax 100周年派对，另外在上海星光器材城2楼的李光印象天地还有 Pentax 百年百件真品展，希望广大 Pentax 业们不要错过哟。2084本周发布了 M43 系统的最新镜头线路图，根据镜头线路图的显示，2084除了要推出之前已经预告过的150-400 F4.5 TC1.25 IS Pro 以外，还将要推出 Pro 系列的12-45 F4 Pro 与100-400 F5.6-6.3 IS，另外还会推出一款 Pro 系列广角变焦镜头、3支 Pro 系列远摄变焦镜头以及 Pro 系列大光圈定焦镜头群。2084这是在用行动粉碎将要退出相机市场的谣言，加油。 Nokishita 证实了之前莱卡注册的新机型6376，就是传闻已久的莱卡 M10 Monochrome， 将会采用分辨率为 7864x5200 的4100万像素全画幅黑白传感器，并将于2020年正式发布。由于单色传感器没有拜耳滤镜，所以在细节表现力上会远优于彩色传感器，所以应该会有不少黑白摄影爱好者对它爱不释手吧。 DP Review 公布了他们心目中的2019年年度产品，最佳摄影附件 Genea Box 2.0 SSD， 最佳拍照手机 Google Pixel 4， 最佳变焦镜头佳能 IF7200F2.8， 最佳定焦镜头 Nikon Z85 1.8S， 最佳固定镜头相机理光 GR3，最佳视频相机松下 S1， 最佳入门微单佳能 EOS M200， 最佳中端微单佳能 EOS M6 Mark II， 最佳高端相机索尼阿尔法7R4， 最佳创新产品富士 GFX100， 以及年度产品索尼阿尔法7R4。 各位心目中的年度产品都有哪些呢？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鲜器材资讯了，大家下周再见，拜拜。